巍巍太行，茫茫千里，他像一位伟大的母亲，用沧桑的褶皱刻下历史的坐标，用绵长的手臂护卫并养育了英雄。民族危亡之时，抗战之火从这里点燃，和平撕裂之际，解放全中国的大潮从这里喷涌。就在这绵延千里的大山之中，曾经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他们手不离枪，却很少叩响扳机，他们藏踪匿迹，却能影响着前方的战局，他们便是曾被毛泽东称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的特殊战士。这个群体在十年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的战地传奇，他们以脚下奋战的这片土地命名，他们就是太行军工人。2017年8月10日，摄制组前往美国波士顿，去那里寻找一条与太行军工相关的线索。您好，徐老师，久等了。欢迎欢迎欢迎。镜头中的这位美籍华人名叫徐林，一位地地道道的轻武器爱好者。多年的收藏经历让他的居所俨然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在他众多的藏品中，有一支身世特殊的步枪让徐林格外珍视。这一支呢，就是八路军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种制式步枪，81式步枪。81式步枪现在存世非常少，那这一支呢是已知81式步枪存世的步枪中状态最好的一支。这个枪的主人呢叫克利弗里亚，他40年代呢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最后一任组长，这支步枪呢是中共领导人当时送给他做纪念的。1944年8月，美国驻远东战区部队参谋长史蒂威将军出于对八路军的敬佩，派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为增进彼此的了解。这段拍摄于1944年8月的珍贵历史影像，便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活动的真实记录。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是二战期间美军中缅印战区派赴延安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的一个特殊军事小组。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于这个军事小组十分重视，81式马步枪能够作为赠送美军观察组最后一任组长的礼物，足以显示这支步枪在领导人心中的分量。那么这支传奇步枪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它与太行军工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这一切要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开始讲起。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抗日怒潮汹涌。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实现联合抗日。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日下令八路军下辖的3个师立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就在八路军开赴华北仅仅一个月后，115师便与国军将士一同夺得了抗日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平型关大捷。此战缴获敌人大量武器装备，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然而在胜利的背后，却也暴露出了八路军部队当时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平型关战役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战役之中，可以看到八路军的装备跟日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日方的资料之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八路军打仗的特点就是打三枪就冲锋，而且大量使用冷兵器，就是双方当发生战斗的时候还有使用青龙刀的。但是这个青龙刀呢，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关云长那个长柄的青龙偃月刀，只不过就是我们中国人说那个鬼头刀。那么这个描述呢，也体现了当时八路军弹药缺乏的问题。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机，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由作曲家贺鲁汀1937年创作的游击队歌深受国人喜爱。那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更是让人印象深刻。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4年拍摄的这张照片中，八路军缴获的大批日式武器装备简直像在开一个博览会。然而面对凶悍的日军，八路军真的能够如探囊取物般获得军火补给吗？在真实的敌后抗日战场上，这一切并不简单。朱总司令到太行去看这个反扫荡的这个成果，看了以后啊，他受启发很大。他的原话是这么讲，他说：“我们游击队歌有个歌子，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给我们造，也不是天上给我们掉下来的，还得拿到我们手里来。我们怎么拿到手里嘛？就是靠缴获嘛。但是缴获一个枪呢，我们牺牲两三个战士为代价的。”这代价太大了。抗战的初期啊，国民党限制我们发展，比如他按我们三个师顶多给你4万人的那个武器装备，后来因为我们发展很快，那你搞到10几万20几万，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武器弹药就不够用了，你就得自己去搞。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迅速发展壮大，让武器弹药缺乏的问题更加凸显。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余。于是八路军各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并发展自己的军工生产部门。我们在38年呢就提出来了，一定要自己制造武器，但是我们要自己学会造武器，首先要把那武器要学会自己修。所以那时候各部队都有那个那叫枪的修界所，能够做服装子弹，就这个子弹捡回之后可以再装成弹药。居住在石家庄的老兵工刘国良今年87岁，他的父亲刘贵福当年在八路军中是出名的能工巧匠。1939年5月，陕甘宁边区在延安举行工业展览会，刘贵福设计的无名氏马步枪获得最高奖项，毛泽东亲自题词：“生产战线上的英雄。”是到解放军在工厂里边技术比较出名吧。刘贵福的榔头、尚文元的担子、贾玉华的车棍，杨子山的锉刀，是到解放这个技术有这么高，机棍都是1.48刀，刀刀出铁锈。一时都头发丝儿那么，头发丝儿里粗头发起丝的呀，一时都18刀，每刀都多加铁销的，都这么高的技术。要说起刘贵福的这个技术啊，那他挺出名的。你做这个枪管儿，刘贵福拿起来，这么一看，当当当一敲，就知道这个枪管啊合格不合格。就有这个能耐。
1939年下半年，延安陆续向晋东南派遣技术人员，充实军工力量。刘贵福就是较早的一个，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水窑兵工厂副所长。这座工厂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黄崖洞兵工厂。即使是这座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却也和根据地中其他的兵工厂一样，存在着武器产量和质量偏低的问题。几乎与此同时，193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迁往晋东南。1940年3月，抗大总校陆续到达山西省武乡县盘龙镇，大量青年学生和技术干部来到根据地，其中一位叫刘鼎的技术专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抗大已经到了敌后办学的这个搬到了山西，在我爸的建议下呢，又成立了特科大队，还是技术人才的军事人才的培养吧。为什么叫特科呢？就是特种兵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地方。这是其中里头有包括比较高级的，比如说作战参谋、通讯技术，还有工兵技术，这些都是非常技术的东西，就要培养这些人，所以当时就组织了一个，成立了一个特科大队。作为特科大队的大队长，刘鼎自然有过人之处。他22岁赴德国勤工俭学，在哥廷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这些经历让刘鼎对于军工生产、机械制造非常熟悉。1930年归国后，刘鼎在暗流涌动的上海加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领导人是周恩来。刘鼎这些特殊的经历，加上军事技术上出众的才能，打下了党中央委以重任的基础。到武乡之后，让刘鼎没想到的是，他碰到一位老熟人，此人曾在16年前改变了刘鼎的命运，正是他介绍刘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此时此刻，刘鼎的命运将再次被他改写。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40年的4月，抗大第六期开学，这时候他离八路军总部太行山的总部很近，朱老总去参加开学典礼，在这儿见到刘鼎了。哈，你在这里，我倒是找你呢，朱老总挺高兴。朱总司令见到久别的刘鼎分外高兴，因为此时他正被八路军缺枪少弹的问题所困扰，他急需找到快速提升根据地军工生产能力的办法。而在朱德的心目中，这位让他充满期待能够领导军工生产的不二人选就是刘鼎。刘鼎啊，到德国呢专修电气方面的知识，工程机械方面的知识，到苏联以后，他还是把兴趣放在这个上。后来他还特别重视研究这个武器制造，所以刘鼎是我们党真正用科学技术发展到军工生产为我们党服务的这种人才。朱德跟刘鼎没有时间叙旧，立即任命他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全面负责军工生产管理工作。1940年5月1日，刘鼎骑着386旅陈赓旅长为他特意挑选的一匹战马，奔赴黄崖洞兵工厂藏身的水窑山脚下。一路护送他的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以及后勤部长杨立三。按说这个八路军的一个部门领导的任命没有这么严重啊。不怎么会这么三个大首长来送我爸上任呢？就是逐渐呢，这个军工生产的迫切性、重要性，
多那种特别重的柳顶的这个特长。彭德怀也重视，左权他们都重视，所以这柳顶到之后就知道，哎呀，现在这个军工厂，这是八路军总部首长的掌上明珠啊。因为八路军的特务团专门一个特务团保卫这个华岳洞，保卫这个兵工厂，所以刘鼎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你真是这样子，如果我在华阳洞往下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所有的风光。当时八路军是沿着羊肠小道上去的。今天的黄崖洞早已成为山西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来此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然而当年这里可是绝对保密，黄崖洞兵工厂与另外六座深藏在太行山中的兵工厂虽产能有限，却是八路军总部首长的掌上明珠。刘鼎凭借长期的经验和思考，刘贵福与他设计的无名氏马步枪立刻进入了工作清单。他对于八路军军工生产改革的第一步即将从这里开始，一次影响深远的技术变革拉开了序幕。在这篇刘鼎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题为《太行兵工》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记述了自己初到军工部时的印象：我到军工部时，已有包括水窑一所和生产规模仅次于一所的高峪三所、梁沟四所在内的三个所，能小批量制造杂式步枪，且都是手工作业，型号规格不统一，战术技术性能各异，无统一图纸、样板和质量标准之零件不能互换。战争逼迫，我们亟待设计研制出我军的新的符合实战要求的制式步枪。我们那个时候的思想是要自己造，太行山也造，太岳也造，金叉戟也造，金鸡鲈鱼也造。造出来了以后呢，到战场上，有个零件坏了，哎，我这个枪上这零件好着呢，我给你吧，我给你了。给你了还装不上，为什么呢？厂家不一样，尺寸不一样，材料不一样，这就互换就成问题了。了解发达国家情况的刘鼎亲眼见识过什么是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他心目中要生产的新型步枪与以往不同。刘鼎从国外工业的先进经验出发，认识到即使原材料的问题不能现阶段解决，产量和质量也必须通过流水线标准化的分工协作来突破。刘鼎在苏联的时候就听刘伯承就说过要造新枪，所以刘鼎对这个步枪式样一致特别重视。他到任以后就到一所去视察，就看刘贵福正在测绘那个无名氏马步枪，他就想他给刘贵福讲啊，当年刘伯承怎么说，怎么这个枪应该怎么造，他们都内行一说，这大家都还有共同语言了，是吧？刘贵福当年后很受启发了，是吧？然而对于刘鼎心目中制式化步枪的生产理念，在当时并不能够被大多数工人所理解。很多老工人都说了，我现在不是也能做枪吗？一个月我要甭管错距，我能弄出个300-500台枪来，还行。你搞制式化生产，你能行吗？你可能就不行了。他来了，他是第一炮抓枪的知识，那个下决心也很大，因为我们就手工造工人，一人造枪一第二，改成标准枪的那都难不容易，一下增幅就掉下来了。通过这段太行老军工陈志坚80年代的回忆录音，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刘鼎推进步枪制式化生产所面临的压力。然而比这更大的压力来自前方战场上日益紧张的战况。
1940年夏，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德军在欧洲战场迅速推进，使得英美无暇顾及中国这一东方主战场，日军便趁势打劫。五月发动枣宜战役，随后轰炸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又设法迫使英法关闭滇缅公路，切断了国际援助的最后通道。同时，在华北开始施行囚笼政策，妄图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彻底消灭，迅速为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提供武器供给，愈发变得刻不容缓。图纸要统一，你图纸统一，你首先得会看图啊，你不会看图，你怎么能统一呢？当时这个陈志坚就说了，说不会那就得教啊，那个硬着头皮也得教啊，干中学，学中干，把这个武器生产逐渐的这个变成了知识化生产。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试制，一支制式化生产的新型步枪诞生了。这支步枪长200至300米，与当时的其他主流步枪相比更轻巧便携，特别适合近战使用。1940年8月1日，刘鼎带上刘贵福，背着样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见到此枪，首长们齐声称赞。彭德怀以当天的日子为此枪命名，八一式从此叫开了。这便是摄制组在美国徐林先生家中寻找到的步枪的来历。八一式是共产党武装制造的第一次，我们叫制式步枪，也就是生产和这个定型都是很正规的，有蓝图，什么都有。八一式马步枪的成功仅仅是个开始，以此为突破口，刘鼎领导军工生产全面推行制式化，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用了3个月的时间，八一式马步枪就达到3000多支，就月产量超过1000多。这个八一式马步枪在华东时期一共生产了8590多支，将近9000多支。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面对日益严酷的抗日敌后战场，军工生产能力的提升，强有力地激励了前方将士的信心。而且这个呢，在八路军的兵工业里呢，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而这批管理人才呢，对领导这个整个的新中国的兵器制造业呢，大幅的发展呢，培养了大批的骨干队伍。所以这整为什么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很快的兵器工业发展起来，这与刘鼎抓这个八一式马步枪，从这个无名氏提高到八一式马步枪的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就在八路军军工生产能力节节攀升的时候，1940年10月，黄崖洞兵工厂却经历了一场劫难。港七大队在百团大战的时候呢，他闯进了黄崖洞兵工厂，然后当时黄崖洞兵工厂呢出现了一个
事情，一个事故，就是防守部的一个警卫连的连长不战而逃，这就让敌人进来了如入无人之境。但是日本人可能没有发现这里是个兵工厂，放了一把火之后看到我们大部队逼过来了，他就逃了。此时正值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开展百团大战期间，彭德怀得知日军闯入黄崖洞之后勃然大怒。虽然兵工厂的人员已安全撤离，机器设备得到掩埋，可是这样的幸运并不能奢望还有下次。跟我们的部队呢一直追，就追到了关家老。然后在关家老呢，我们八路军当时特别担心他这支部队走了之后招来更多的部队来破坏我们的华东兵工厂，所以呢当时彭老总下令一定要死命的打。摘佛照片是白菜大战的名作，是徐小平照的。对，这指挥白菜大战，具体地点在关家道是吧？关家道指挥作战。今年88岁高龄的顾地，是一名真正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摄影家，他完整保存了战争年代的数万张底片及相关文献资料。对于彭德怀这张著名的战场照片，他更是印象深刻。照片中手握望远镜亲自督战的彭德怀神情凝重。关家老一役虽最终并没有留给日军重返黄崖洞的机会，但是八路军将士却付出了伤亡2000余人的沉重的代价。关家老打得可厉害了，我在司令部当通讯员，打关家老打，哎呀，好几天，三明三夜都没有打下来。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敌人的一件武器给八路军造成很大伤亡，它最大攻击距离不到600米，常用距离200-300米。让八路军的近战优势难以发挥，这便是掷弹筒。掷弹筒呢，应该说知识产权确实是属于日本人的，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军队装备它。八路军跟他作战的时候，对掷弹筒开始是非常顾忌的，因为日军的掷弹筒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发射距离要比你手制的手榴弹要远得多，第二呢它携行非常方便，哪怕是日军一个分队，就是一个班，它也可以携带掷弹筒跟你作战。于是经常出现了7-8个日军居然就有炮，什么炮啊？不是炮，指的就是掷弹筒。那场战役之后，彭德怀找了刘鼎，说是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武器啊，就指的掷弹筒。所以他就找刘鼎说我们怎么制造这个东西，后来是把缴获来的一个东西叫掷弹筒啊，这个东西看着很轻便的，到时候你发射啊，20来米就把你炸得够呛，你上跟前就不行。彭德怀说敌人有掷弹筒，我们要炸。刘鼎接了这么任务。于是八路军总部军工部迎来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试制掷弹筒。接到任务后，刘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无工艺程序，无兵工专家，无设计图纸，无技术规格，无原材料，只有铁路道轨、百口生铁、肥田粉。华东兵工厂做掷弹筒挺不容易的，有很多的难题要克服，但是最终呢，他们就开动自己的老筋，群策群力，最后就成功的把掷弹筒生产出来了。这专家里面的最有用的就是我们的兵工专家刘鼎。刘鼎是兵工部部长，他本身是一个研究迫击炮的专家，他在德国就开始学这个迫击炮。回国之后呢，他就在方志敏的部队里面呢，就成功的研发出了一个迫击炮。有这个基础，所以刘鼎呢，他给我们八路军兵工厂就画了第一个掷弹筒，画了，就亲自画图纸。相比较81式马步枪，掷弹筒的设计思路相对简单，又加之刘鼎此前有过研发迫击炮的经验，
军工部的专家们很短时间之内便成功研制出八路军自己的制弹筒。虽然研制出了样品，可是制造制弹筒及迫击炮所用的铁制原材料成为了制约生产的最大瓶颈。柳沟铁厂是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领导下的一家专门制造炸弹的工厂，如何能够大批量生产出合格的制弹筒炮弹壳原料，成为了柳沟铁厂的首要任务。当时柳沟铁厂的厂长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高原。因为那个山西啊，很早就是发现了煤啊，发现铁矿，所以当地老百姓他们自己就会炼铁，当然是土法炼铁，因为那个焦炭啊，温度啊，炉子啊，温度不够高，所以它炼出来呢，就是按现在话说就是生铁，它不能那个锻造，也不能机加工。那么到了后来呢，制弹筒研制成功了，那么要做制弹筒的50啊、60啊迫击炮的炮弹，要做那个炮弹的时候，那么对铁的要求，炮弹壳的要求就很高了，因为要机加工嘛。通过破坏日军铁路道轨而得到的轨道钢，一直都是八路军制造军火的上乘原材料。柳沟铁厂想要将自己手中的白口生铁变成韧性更好的制造炮弹外壳的材料，就需要解决其中的一个关键性技术难题。解放区山洞里没有炼钢的东西，炼铬炼铁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铁里面含的碳太多，碳多了这个材料就脆了，它又硬又脆。一般的制弹筒的那个药筒盖子呢，因为它是铁，它酥了以后呢，一有压力，它一脆，它就自己粉碎了，它掀不成压力了，掀不成压力，这个弹它推不出去，推着没有力量。这是一本收藏在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长史馆中的德文手册。他的主人名叫陆达，时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工程处副处长。这位曾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此时成为了刘鼎指定的技术核心。好像是刘鼎他们派的，就是他们组成的一个公关小组。后来爸爸呢，就是因为他在国外学的是冶金，他可是懂，他知道那个白口铁吧，其实因为我也学了点冶金，我就是那个，它主要是让那个组织要均匀化，就碳分布的均匀一些，它可能就韧性啊什么好一点，就可以车加工了嘛。那个手册德文的，然后爸爸一直带在身边，所以他就可以随时就查阅嘛。因为八路军根据地距离日军很近，所以兵工厂为了隐蔽需要，无法建立高温炼铁的高炉，于是陆达与其他技术骨干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叫做火焰反射炉的小型加热装置。大量的白口生铁经过这一工序，便神奇地变成了能够制造制弹筒炮弹的灰口铁。在这本陆达的实验笔记中，我们找到了他亲笔写下的实验过程。将白生铁炮弹置于闷火炉中，将注物赋以沙土，炉加热经三四天达1000度，将炉沿封闭，经三四天冷却即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温度计，干嘛呀？拿银元给切成四块，银元有它的熔点，比如说1000多度啊，它就是那个放在那儿，如果银元要软了，这个温度就到了什么度了，它是控制温度是这么控制的。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正是这群怀揣理想、意气风发的军工人，在极其恶劣与残酷的环境中，运用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将不可能一个个变为现实。尽管不能亲上战场，但是他们付出的一切努力很快就牵动了前线。华尔洞兵工厂
一年可以装备16个正规团这样一个生产量，我觉得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信仰，集结了有文化的这些热血青年，是抱着这种坚定的信仰。而我们很朴实的大这个工匠啊，这些能工巧匠，就是这个为了抵御外辱参加八路军的兵工厂，有这么两部分人组成了我们华东兵工厂的坚强的这个主力。他非常佩服刘鼎啊，所以呢他也觉得哎，士为知己者死，所以他就觉得干起来呢非常有干劲儿。包括什么陆达呀这些留学的一些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好，这个其他的一些技术工人也好，那么就组织了很多，那么这个工厂的规模呢也越做越大。当时呢柳沟工厂呢是整个这个兵工部的军工部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厂。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西安村，坐落在连绵不绝的太行山深处，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二所曾在此维修枪械，后来柳沟铁厂的灰口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中，生产出一批批掷弹筒炮弹。曾担任村支书的杨民权老人对当年的情况还留有深刻印象。就是西安最老鬼庙，这就是兵工厂在这个地方啊，从39年就来了，来了在这个里边，就是挖了个大井，它是为了安全，就这是个这个隐形的炮弹，这作业权益，就是有了问题赶紧放下去了啊。书记员他们出来到院子都做什么呀？院子里边就是把装好炮了，装好炮就在外头这个台子上试了，试验就是往那个山上打的，那个南北那个山上，就是那个小炮一旋，通就出来了，这个意思。大规模造炮是八路军多年的梦想，随着掷弹筒及其炮弹的批量生产，整个太行山根据地的兵工生产由以枪支制造为主，转向以制造火炮和弹药为主的新阶段，从50、60炮弹到82迫击炮弹，据统计，抗战胜利时已制造掷弹筒2500门，掷弹筒弹19.8万发，这使得八路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八路军仿制掷弹筒的出现让日军非常吃惊，他们认为太行山里来了外国专家，八路军建立了现代化的兵工厂。板垣师团师团长武传南视兵工厂为最大威胁，冈村宁次更是叫嚣，搜捕军火工人比消灭共军一个师更加紧要。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兵工厂即将迎来一场血雨腥风。这是一份保存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史料中的历史影像，影像的内容正是日军进攻黄崖洞兵工厂的过程。1941年11月11日，日军在步兵第222联队长葛木直信的指挥下，以3个大队为主力，开始了对黄崖洞兵工厂的进攻。八路军历史上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由此开始。黄崖洞呢，应该说是当时在华北战场上八路军所有的一个罕见的要塞，于是日军连续攻击几天，损失惨重，都没有办法打入黄崖洞之内。那么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呢？那黄崖洞本身就是生产兵工产品的，所以这些武器直接就往日军的头上去扔吧。一个是地雷，各种各样的防守式地雷，还有呢就是手榴弹，那大号的山地防御用手榴弹。那么这些都给在朝上攻击的日军呢造成了很大伤亡。就在进入温格朗的时候，
我们的地雷战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两天才前进了几百米，就是被地雷阵所困。第二关在翁格朗的上面刚上去的地方，咱们的一个战士就是因为那个特殊的地形，他不停地扔手榴弹，据说是炸死了大概70多个鬼子，就他一个人就可以炸这么多。我觉得对于黄耀东兵工厂他自己制造的这个手榴弹，有些老同志专门说了，它是一个特殊的马威手榴弹，而这个手榴弹很适合居高临下扔下去，虽然说它不是很先进，但是管用。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中，摄制组找到了当年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的这种马尾手榴弹。手榴弹上方长长的马尾绳，让这枚手榴弹显得与众不同。很难想象，在这看似随意的设计之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而后来推广到整个华北根据地的全民造地雷运动，也正由总部军工部开始。历经多方寻找，摄制组在长治市的一所敬老院中寻找到了当年马尾手榴弹设计者石成玉的遗孀，96岁的康来景老人。那个男孩可受罪了，七天几夜我不睡觉了，我就研究了，正好把他研究出来了，那都饭都顾不上吃，给他两个饭都顾不上吃，可受得了，老汉可是真的，研究个东西非要研究出来不行。黄崖洞保卫战，我军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英勇抗击，经过8个昼夜的激战，歼敌1000余人，以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当时的军事形势是敌强我弱，兵工厂难以就地固守，军工部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转移的方针，把每个工厂按照产品的专业化划分成几个小厂，转移到更隐蔽的山村。日寇扫荡队伍一走，工厂就又恢复了生产。那么我想这个太行军工精神是什么呢？我觉得它首先它是一种爱国主义。在8年抗战中呢，他们就是要卯足一股劲儿要把日本人赶出去。那么在这种精神下，他们带来一个敬业精神。按照现在的这个讲法，就是个工匠精神。这个工人们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山水沟壑之中，一批批受过良好教育或具有先进技术的青年人，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晋东南诞生了一支最高达3000人的军工生产队伍。他们在炮火中徒手建成了采矿、冶铁、机械、化学以及教育等于一体的兵工基地。他们在这里练就了不可摧毁的革命意志，形成了无私忘我的卓越品质，并具备了现代化工厂管理的思想和实践。此时，这群太行军工人似乎看见了一个全新时代就要到来。